林俊杰合作国际音乐鬼才，都是靠他促成。林俊杰的演唱会与音乐鬼才 Hans Zimmer。图 JFJ 提供20001803.17。林俊杰 JJ 圣索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上海场，进入最后倒数计时阶段，继之前曝光的西洋音乐教父 David Foster 出任巡演联合音乐总监之后，近日林俊杰在微博曝光了一组与音乐鬼才 Hans Zimmer 的合影，并以梦想真的会成真宣告 Hans Zimmer 也将参与到本次巡回演唱会之中。Hans Zimmer 拥有《雨人》《狮子王》《加勒比海盗》等诸多大片原声音乐代表作，这位曾经为150部顶级电影打造过配乐的享无数的音乐鬼才，不仅是结合电子音乐元素和古典音乐编曲的先锋，更凭脊柱不停创造，时刻走在音乐的尖端。此次巡演的联合音乐总监 David Foster在与林俊杰讨论可以合作的音乐伙伴时极力推荐，在得知林俊杰也是 Hans Zimmer 粉丝的情况之下，一手促成了 Hans Zimmer 与 JJ 林俊杰的首度合作。林俊杰的圣索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上海场在17日举办。图 JFJ 提供20001803.17。